小心！家人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杨俊。今天呢是中秋节，杨俊在这里祝愿所有的粉丝家人们健康、幸福、归家团圆。今天，也许可能是杨俊在美玲的这个账号最后一次出现，因为算了，今天是个开心的日子，咱们这些不开心的事情就不说了。杨俊今天要带着笑容跟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们道个别。杨俊在这里由衷的感谢所有的粉丝家人们过去对杨俊和美玲的关心、支持和帮助。所以以后不管我和美玲怎么样，我都希望家人们能一如既往的守护、支持着美玲。一会儿我就去收拾行李，一个人离开这里，也趁这段时间我好好的调整一下自己。家人们，有缘再见。怎敢负残念，谁不曾年轻。告诉你啊，笑笑，小俊吃牛肉喜欢吃嫩一点的，等一下做的这道菜的时候火候要大一点，但是啊不喜欢吃葱蒜的这味道。好，我记住了。妈咪啊，今天真的是太开心了，今天可是中秋节，我们一家人啊总算是团聚在一起了。是呀，这好日子终于来了，这还得感谢张姨妈和小通，以后不再缠着小俊了。妈，我哥从昨天开始就一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，饭不吃话也不说，他晚上能跟咱们一起吃饭吗？张美玲都去找赵岩了啊，你哥能怎么样啊？难受两天，想通了就好。今天是中秋节嘛，这还不能和我们一起吃饭吗？哦，对了，山上那个慧姐怎么还不走呢？妈咪，这个交给我。今天是团圆节，绝不能让这个外人啊影响咱们的心情。嗯，我跟你一起去。
了。